好了，我们先进入黑泽家吧。总是会在这种时候手电筒就是会坏掉。感觉可怕，不怕不怕，有千生在，不怕不怕，好不好？クロサワ家，黑泽家，好起来，好宝宝。哎，来得及照吗？来得及，来不及了，算了。他刚刚是说。要当祭品的那对双胞胎回来了，首先会不会有小手呢？摆了一万年的万叶丸，我决定摆你一万年。摆了一万年你还吃？哎，四夫，怎么又不见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好像什么灵异照片。You found yourself the hunter。好久没动内了呢，波浪符。小鹏伟献给邪教一千回响，非常感谢你的抖内。你们知道柯基的声音配上人偶姐姐的配对，柯基的图配上人偶姐姐的声音说，说真的是说不出来的奇妙。非常感谢你的抖内哦。柯基，你什么时候才要放过我人偶姐姐？柯基，你要不要说清楚？为什么？为什么？难得吧？我先看一下那个灵异照片。灵异照片。怎么又不见了？有人记得这张灵啊这里吗？就什么都没拍到吗？奇怪，我刚刚明明是有拍到，为什么没有出现 ？You found yourself a hunter。对啊，对啊，就是 AJ 讲的那一句。奇怪，为什么没有出现？好，算了，好，算了，我不想理他，走吧，跑跑跑。我记得一开始只有一边能进去。好，这边还能不能进去？自动门，恐怖游戏里面总是会有永动机跟自动。你好，你好，害怕的男人。好的，游戏一开始就让你们见识到这个游戏对于灵异照片的命名方式有多么的随便。好的，好的，刚来到一个害怕的男人，等一下可能会看到上楼梯的女人跟下楼梯的女人，还有开门的女人跟关门的女人。不是啊，开门的女人跟关门的女人不就是我们吗？还不承认你就是个那个开关门的女人。
小锁安安。你好，我刚刚只是随便讲一讲。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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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就看让你们看到人品的展现，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人品，这个不叫做欧洲人，到底什么才叫做欧洲人？誰かが扉を触った跡がある。この先にお姉ちゃんが。似乎有人摸过这扇门，难道姐姐就在前面？怎样？姐姐，姐姐的手是很脏是不是？为什么摸过门你也知道？像我们家的门到底谁摸过我就看不出来啊。阿凯鲁，究竟？姐姐来了，魔性的笑声。安安，你好哦。好的，好的。祭典失败了，又是一个开朗少女，没有错。发生了大肠包小肠。大家都死掉了，哎，存档点安安哦。这全都是因为我们逃走的关系，所以必须再重新吃一次大肠包小肠，没有，必须再重新举行一次仪式。八重来了，姐姐没办法跑步。呼んでるこっちじゃない，有人在叫我，不是这里。你又在那边笑，你又在笑。奇怪，刚刚这边不是走过了吗？这是个开朗的女孩。你们知道找女朋友一定要找这么开朗的。阿黄献给邪教一千回响，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依然是科技，非常感谢你的donate哦。哎，这不是魔性开朗少女吗？魔性开朗少女安安哦。安安，你想干什么？又在那边毛手毛脚？好的，好的。鬼流没来指导女神像，我就跟你们说，鬼流是女神像探测器，他只会去有女神像出现的地方。他来我们台才不是为了看我们实况，好不好？他来我们台是为了看女神像。有热水哦。魔性笑声没有错，找女朋友就是一定要找笑声这么开朗的。哎，请问阿黄的 ID 是？因为我们这个donate他不会自己更新，所以我其实是要自己打。阿黄，请你讲一下话好吗？阿黄，因为我要打一下你的 ID 哦，还是我要打国字阿黄？你可以接受我打国字阿黄吗？你可以接受一个
一个英文文盲实况组打阿黄吗？好，阿黄没有回我，我就先打国字阿黄。嗯，那我们继续哦。跑跑跑！哎，你好，安安哦，我忘记这边有。哎呦！哎，ちょっと遅いんですけど。请问你人生有什么烦恼吗？不管你有什么烦恼，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烦恼，我其实都不想知道。好了吗？好了吗？好的吗？总觉得这边好像不止一只哎。Sayonara, Sayonara。哎，这里还有一只，对，这里还有一只。你少在那边给我装着一副好像很害怕的样子。哇，安安是不是又躲在墙壁里面啊？墙壁里面的朋友们，这样来得及吗？哎，这个女人，跑跑跑。我发现你的手好长哦，是刘备吗？刘备性转。哎，大大大大大大，你人在哪里？大大大大，好慢哦。觉得我应该要换一下珠子。どこだ？你们知道玩了零后面几代啊，再回来玩真红之蝶，真的觉得这里面的飘每一个都是，哎，干什么啊？干什么？哎，人类，哦，这里的飘每一个都是慢活的生活。每一个都是遵循着慢活生活，慢活就是 slow life。你们看他走路多么的优雅，多么的慢条斯理。真的好慢哦。诶，我怎么是用07啊？难道我刚刚都是用07打他吗？难怪觉得好像打起来不太痛。好的 ，Sayonara, Sayonara。原来刚刚一直都是有07啊，难怪我觉得好像速度有那么一点点慢。好的，好的。走走，零食碎片，
存一下。那女鬼应该两只手都被砍断了吧？好像吧。我开始觉得说奇怪，她怎么手这么长？然后仔细一看，好像下面是空的。所以其实不是刘备性转吗？还有觉得有那么一滴滴恶玩。跑跑跑。不过其实三国里面我并不喜欢刘备啦，我比较喜欢曹操。下面有一个东西，这边可以过去吗？可以。左三圈，右三圈。发出绿色光芒的矿石。魏国控加一，但我比较喜欢魏国。我每次玩三国无双都是先从魏国开始玩。嗖嗖，血手印。哪里？自动门。又是一个自动门。自动门不给开。墙上有很多血手印。是水袖。砰砰砰！孙权人气公认的低，你是说《三国无双》里面的孙权，还是真实历史上的孙权？魏国美女多，你讲的是《三国无双》吗？对，这里有个门，看一下能不能开。啊！开场少女安安哦。对，刚刚姐姐就是来这里。安安，地上的东西，看见少女笑声，好像坏掉娃娃发出的声音，有蛮像的，有那种感觉。我记得这里后来好像会出现一个类似灵印照片的东西，一个地府灵。剪一下。我觉得这可能是姐姐留下来的什么。你连这个时候都有鬼手。好的。而且你们知道，我刚刚其实只是不小心手滑，然后还真的又有鬼手哎！我每次不小心手滑，总是可以看到鬼手，真的有够烦。哇，有点太多了，完全不知道我们刚刚捡到是哪一个，算了。反正就是一些没有不是很重要的语音讯息。安安哦。
哎，这不是神男吗？炮灰安安，本作的炮灰神男。哎呦，我记得这边好像是摸必死的样子，因为现在是黑白画面。哦，好了好了 ，OK OK。快拿小刀往地上僵尸砍！我是觉得该拿出闪光剑了啦，该拿出闪光剑来虐一下了。砰砰砰！哎，安安哦，还真的又有鬼手哎、欸！哇哦，我每次都不小心手滑，总是可以成功的整到鬼手。哇！今生没有遗憾了，近视。对，尸体是被干掉的村民。卢卡，卢卡，奈多非法。走向二楼的姐姐，来了来了，爬上楼梯的女人。好的，就让我们来当第二个爬上楼梯的女人。はじけるリズムに合わせて。这边哦，这边有存档点。我刚才说这边有存钱筒，好的，这边有存钱筒，赶快来存钱一下。许久不见的鬼手，你们看到鬼手会这么兴奋，我早就怀疑你们其实是鬼手的粉粉，而不是我的粉粉。坠楼姐姐不是在这里， 我知道蛮多人喜欢那个坠楼姐姐，但她不是在这里。咱们给我放出这种好像很悬疑的音乐，但是常常就跟我们努力过后的结果一样，什么都没有。Hello, good hunter. 12月31日来到邪教梦境，谢谢你发喽。哎，那你？哦，只是一个窗户的缝隙。又一样的这颗。最好是这次的偷窥真的有，哎，这样也可以抖哦。好的，在经过3秒的偷窥之后，拿到御神水，你就不能老老实实把御神水给我吗？到底是为什么捡个东西也要这样？谁在12月31号来了？我记得 有一个观众叫12月31号。砰砰砰！哎，一本书掉下来。民俗炮灰学者的手记。这个是Wii哦，这是Wii版哦，这是真红之蝶哦，真红之蝶是Wii版，算是 PS2 的重制版。PS2 才没有那么麻烦，在那要你一直抖手。又要偷窥了，究竟这一次是不是同样是什么都没有呢？好的，什么都没有。哎。哎，你什么时候出现的？哇，太卑鄙了吧！就在我们偷窥的时候，干嘛？有话好好说啊，沟通一下啊。你好慢啊，大哥，有点慢。安安，
Sayonara, Sayonara。 退场之前还要先风骚走位一下。好的。跟后面几代比起来，比如说跟月食假面，还有跟乳鸭舞女比起来，还有跟刺青比起来是，其实红蝶它的鬼算蛮糊的耶。一代就算了，一代就是一个整个糊到不行，一代你连自己在打什么都看不出来。但红蝶它，稍微解释一下，你又在那边。Welcome home, good hunter。乐乐嘿，我是升级由 LV 十一的小勇士，关你升级班，感谢你的确定哦。可恶的小手，放了一万年的万夜丸，安安。我刚刚讲到哪里？就是他红蝶，他其实重置版在《正红之蝶》里面，他的怪也真的是很糊。绝大部分的怪你看不出来他们到底有任何差别。一代已经是点阵图。哎，那你哦，是不是有灵异照片啊？是吧？是，等一下我先捡个东西。哦，是封印门，放那么高，是不是会有小手？万夜丸。哦，抖动的封印门，超自然的震动。哎，刚刚那样拍为什么不算啊？奇怪，他的判定。这不是刚刚那个有血手印那个墙壁吗？好的。他说我们两个人一起逃走，但是大家都死了，然后明明约好要一辈子在一起，我一直在等你。刚刚是沙虫讲的话，我也玩。最新的是乳鸭巫女吗？对，最新是乳鸭巫女，不过那也算是有没有三年啦？我忘记乳鸭巫女是几年，感觉好像已经有三年了。据说零最新的一代是有在开发当中啦，但是完全没有给出任何的消息。星座好像有在开发当中，对，我也想要玩星座，现在一直在回味旧的作品。红蝶出电影哦，我觉得有点难耶。我忘记前年还是大前年，不是有出一款最片名的电影吗？结果评价蛮不好，那篇我也有看，就是那一片基本上除了有出现照相机之外，其他的任何东西都跟游戏没有一点点的关系。那个电影你除去照相机之外，你也可以把那个说成是完全不一样的电影啊。所以唯一值得称道就是照相机做得很好，所以评价实在是不怎么样。刚那个有血掌印的门在哪里？NS， 他们如果要出新的话，应该是会出在 NS 上面吧？因为现在零系列都是任天堂在帮忙出钱的。
对，安安哦。真人版不是都很惨吗？真人版动漫真人版通常评价都不会很好。刚刚是从这里出来的吗？就算只有沙虫一个人，也要仔细一试。八虫，为什么你逃走呢？正常人都会逃走好吗？在说什么呢？你们？柯南真人版看得快吐血。哦，手把在震动，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哇，你看看你这个跳跃的步伐，轻快的脚步，仿佛就是半夜来这里郊游一样。哦，这边还有，还是有神男，这样有点麻烦。安安，我没有要找你，安安，走开，走开，再见，再见。哎，我要开门，我要开门，我要开门。哎，我计时刚刚是破掉了。What？我的剑石在这种奇怪的地方破掉，真是傻眼！为什么会变成黑白画面？因为黑白画面就是摸必死画面，这时候就是不能战斗，只能逃走。因为这里有替身使者，不是吧？等一下，居然在这种奇怪的地方要重来，找到刚刚应该要先存个档。拍谁啊？我重新再读档一下。怎么了，小胖仔？我们家胖猫在叫。这里。我觉得用位移摇杆玩这个游戏呢，根本就是反人体工学。我都还没有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难关，最反人体工学的事情，就是用双节棍弹钢琴。没有试过用双节棍弹钢琴的朋友们，请你们在有生之年一定要试试看。跑跑跑！刚刚是我是用 Wii U 玩的。有这代没有钢琴啊，是月世甲没有钢琴。而且等一下这里好像有一只怪。这一只是不是一定要重打？哎，没有出现哦。哎，所以刚刚那只怪其实是随机的吗？居然没有出现。哦，在这个
一闪一暗的房间。哦，是随机的 ，OK。嗖嗖。怎么这里又有手手？还真的是有手手，真的很夸张。人家是用钢琴弹双节棍，但任天堂就喜欢背到儿子，真的。被手手抓到会怎样？被手手抓到就是会损血。手手会不会偷道具啊？我记得月氏假面手手会偷道具，但真红之蝶是不是不会？就算只有沙虫一个人也要执行事。大虫，你为什么逃走？这还需要问吗？真的很奇怪，正常人都会想逃好吗？现在存个档，免得等一下又被神蓝音。路德维希，我也略懂钢琴。路德维希，哎，你讲的是哪一个路德维希？这有储存点，对啊，这有储存点。神男烦烦的，记得门在这里，然后应该就是哎。染血房间应该是在这附近吧。好，究竟这次能不能成功跑过去呢？哦，瞬间路德维希哦，你们是说《血缘诅咒》里面那个马脸男吗？跑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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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来！哎，奇怪，我嘞，先跑，难得的，奇怪，哎，哎呦，这个。抱歉，因为那个他的感应有点，因为实况的话，他那个感应棒不能放在很远的地方，所以他感应会有点不灵敏。怎么指半天？哎，怎么手抖？怎么了？你也手抖吗？对，我知道是那个门，但是照理说，经过道门附近的时候，它应该会有一个开门的提示，应该说一个开门的按钮阿 K 路，可是它刚刚没有显示，那真的是稍微跑过头就没救了。幸好刚好存档。看教主手抖有点喜感，怎么样？怕了吧？你们以为在每一个实况台都可以看得到手抖吗？嗯，那游戏进度蛮慢的，看那个跑步速度就知道啦。
欸，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跑步速度，我觉得还是比塞巴斯汀快，欸，比那个邪灵入侵的塞巴斯汀快。哦，中间慢活恐怖游戏没有错，来学学我们灵慢活的精神啊！烦烦的，快快快，大姐大姐，快快快 ，Hurry up！ 你又在那边给我慢活，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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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再来冲个档。我可不想再重新面对一次神男，存档哦，多存档没事。对啊，这款走路快，这款跑步快多啦，至少不会跑两下就喘得要死，在那腿软。哎，哪里哪里？你才双胞胎，你全家都双胞胎，我只有一个人，你也叫我双胞胎？你好哦，被拖走的男人，安安。刚拖着他的是谁啊？没有看清楚。塞巴，你是我的 master 吗？不是那个塞巴，那个塞巴跑步很快好吗？这就是刚刚照片里面的那个地方。自动门，又是一个自动门。是说那个塞巴也是穿成林子，就是你们刚刚听到那个魔性笑声。あなたは私のマスター。其实我不确定他日文是不是这样讲的，乱讲一通。跑跑跑，脏脏的房间，先手抖一下。万夜晚，该不会男人都变成祭品了吧？是全村都变成祭品，不是男人都变成祭品。我怎么觉得好像在游戏里面有听到猪瓜的叫声？我终于要拔管治疗了吗？哎，不对，都已经拔管就不用治疗，我终于要拔管了吗？终于连在游戏里面也听得到猪瓜的叫声。其他贝鲁，这是一个古老的五斗柜，到底里面有什么呢？我跟你说，87%里面只有空气。阿克鲁，究竟？哎呦 ，Welcome home, good hunter。古掌柜升起了 LV11的小武士，恭喜升级，非常感谢你的续订哦。哎，我这张是猫脸人偶姐姐，你没有看出来吧？你猫化人偶姐姐，特殊镜头池。慢慢猪刮你，哦，是门呐！刚想说怎么好像听到猫叫声，连门都要霸凌我。部屋の奥にある扉が風もなく動いている。明明没有风。但是门却在动，超自然走，超自然抖动。好的，好的。安安，啊？怎么又是这家伙？嗯，这里有几只啊？哇，它怎么不停的在抖动？哎，有两只。这里居然有两只，你好意思？你们两个，哇，都给你们打就好啦。现在是怎样？这边可以开门吗？啊，不行，好，好哦，都这样对我，好哦。
那女的是已经回家了吗？安安，可以快点结束吗？さよならさよなら、おじさんさよなら。你有在那边给我假动作？刚刚林所站的地方好像留下了什么东西，大概是留下垃圾吧。哦，是钥匙。OK， 留下一把钥匙。所以又要回去刚刚那个闪烁的房间。是不是又要叫我经过神男大叔啊？烦嘞！等一下该不会又要经过神男吧？真心觉得心累。你总是心太累，心太累。安安，我只是想捡道具而已，可以不要这么难对吗？哦，这里应该。好，他这里只有一扇门，看一下还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捡的东西。有吗？有吗？有没有？没有。好，跑起来，跑跑跑。你们看，即使跟姐姐走散，即使半夜一个人出没在这么恐怖然后要一直打滚的地方，他走起路来依然是这么的优雅轻盈，而且看起来还有一点雀跃。嗯，哦，是这里。明暗，哦，不是这里，不是这里，是左边才对。啊？为什么在找我？怎么了？没有画面？有啊，我们在实况中啊。没有画面的话，按 F 重整看看哦。不要等一下打开，会不会又有神男呢？等一下往右边跑。没有神男了。还是有。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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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给我两秒假动作，想要骗我说里面已经没有神男了。来这招。没关系。我们的脚程可是比塞巴斯汀快多了。至少这个游戏没有耐力条，幸好这个游戏没有耐力条。好的好的。教主今天打算过到哪？我通常每一次实况我就是开两个小时啦，看我们到时候玩到哪里。以前的游戏真的要不厌其烦的一直存档，要不然遇到莫必死重来真的是很脆心。怎么了小胖呆？你这样小胖呆在刷存在感。回头的男人，他说：“中方啊，你这么快就回来，找到树月了吗？树月就是我们上一回看到的那个白发美少年，就是宝治总一郎配的角色。”哦，
哎，这不是民俗炮灰学者吗？啊，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家的猫把东西打下来了。口にすることすら禁じられた意志、そして見てはならない場所。その場所を遮影機で映した。抱歉，因为刚刚我们家的猫把我的东西从桌上推下来，就是不是有那种看书架嘛，铁做的看书架，然后他把东西推下来，结果自己被那个声音吓到，然后刚刚一直在对着我大哭，在跟我抱怨，真的被他气死。对不起了，如果刚刚那个声音吓到你们，对，非常对不起。怎么了啦？你自己把东西推下来，在跟我抱怨，嗯。喝的水哦，超级临场感。Hello, good hunter。谢谢追随 ，this follow。怎么了？吓到舔手手。以为是游戏影响吗？怎么样，吓到了吧？就跟你们说，再怎么恐怖的恐怖游戏都比不上你们自己家的猫。你们家的猫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吓得你不要不要。哎，安安，安安大大，你的脚有点透明，安安哦，会不会剪一下就爬起来？我已经忘记这边是不是要捡道具它就会爬起来，但是按照正常恐怖游戏的套路，应该是捡了它就会爬起来。那任何看起来装死的怪物旁边的道具啊，捡了的怪物就会爬起来。究竟14底片，诶，没有，好哦，好的好的好的。哪里没奶，还是说要等到我们 来开门的时候才爬起来呢？哦，第二次经过的时候才爬。除人偶的房间，一緒だって約束したから二人で逃げた。みんな死んじゃった。みんな死んじゃった。お姉ちゃん。嗯，刚刚的声音怎么这么低呀、啊？低到我认不出来。ミオ、何があったの？誰かが私を呼んでた。戻ってこい。そしてもう一度儀式を。儀式って、一緒にいよう。ずっと。你要跟我永远在一起哦，跟我永远在一起。約束したじゃない。我们不是约好了吗？ここからだよ。总之就先离开这里吧。哎，这一关过了，好的。姐姐安安，姐姐，你刚睡了多久啊？姐姐，什么意思啊？永远不怕闪光灯的姐姐，
姐姐安安。因为姐姐看到我们之后一整个无话可说，哎，哎，地上有个东西捡一下。封面画有蝴蝶的日记，哦，这是八重的日记。好的。哦，八重跟沙虫在交换日记吗？今天村子里面来的客人是中方，还有中方的老师，他是一个学者。中方，我记得中方就是八重的老公嘛，好像是在一代里面，在一代里面，八重人是一个阿嬷，然后她老公好像就是叫做中方良藏的样子。感觉这版的真红字碟画质没怎么提升，其实已经比红碟好很多了啦。你们回头去看 P2 时代的红碟就知道，其实已经好很多了。哦，中方他是因为担心树月，所以才会来到村子的。でも村のことは外の人に伝えてはいけない。可是我们不能告诉外人我们村子里面的事情。那树月。他从祭典那天开始就被藏在那个仓库里面。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们村里的人不想要让树月见到村子以外的人。然后学者老师他用一个箱子吧，应该就是照相机，用一个照相机帮我们拍照。然后，あの方は多分擦擦されてしまわれる。那个人大概会变成擦擦，大概就是变成那个叫什么，变成炮灰。因为你们知道，每一代的民俗学者都是炮灰。そうなる前に逃がして差し上げなければ、私がお姉ちゃんと一つになれば。それでいいことだから。在那之前，我们必须让他逃走才行。我呢，我只要能够跟姐姐合而为一，我就什么都不在乎。又是一个解控，所以这就是一个解控的故事，没有，这是一个解控跟妹控的故事。ゆがんだ双子の写真，一个扭曲的双胞胎的照片，里面有一张照片。民俗学者专业炮灰，没错。姐姐安安，姐姐接下来谈的任务就全部都交给你了。ここなんだか懐かしい。姐姐又在那边吓人。不思議と落ち着く。姐姐说：“这里好怀念啊，总觉得待在这里让人心情很平静。”我可是一点都心情不平静了，姐姐。这是一堆主人偶，那有些人偶的头不见了。我记得这边还要解谜，真不想解谜，解谜就给姐姐就好了。跑跑跑！哎，这位大大还在这里，大大安安哦。你四八四要起来啦，大大！哎呦，我没办法从大大身上过去。起来了，起来了，克拉拉站起来了，克拉拉安安，克拉拉去找姐姐哦，克拉拉，姐姐在那里，去找姐姐，姐姐上工喽，姐姐该来谈一下喽。哎，不是啊，你要去找姐姐啊，去找姐姐，姐姐在那里啦，姐姐上，就交给你了。哎，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姐姐，你的任务就是当一个从头到尾都要当一个神探，
我要等他攻击姐姐。好哦，姐姐又再度发挥了她的功用。接下来的神坛任务也交给你了，姐姐。汤姆克鲁斯不是有部电影叫《神隐任务》吗？我们姐姐可以去拍神坛任务啊。哇哦，又是一个开朗少女，一个非常，又是一个魔镜。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啦，上工啊，姐姐。哎哎哎哎，再见。你们知道姐姐的功用就彰显在这个地方。哎，你在扑哪里啦？不是啦。哎，姐姐不做事啊。哎，我碎。さよなら、さよなら。双子除人偶的头，斯巴斯要解谜了，可以不要解谜吗？可以吗？小芬，你们做克拉拉吗？哎，对，那个卡通频道他。啊，他是翻成小莲跟小芬，对不对？克拉拉是小芬，然后那个海蒂是小莲。小芬要站起来了。声が聞こえる。又要解谜了。被选上的两个巫女会成为蝴蝶，然后帮助我们村子。谁要解谜？给你们解。Chosen One 呢？面对解谜，一概是采取硬 A 的态度。哎，对，他这里有时间限制。他这边有时间限制，要让两位巫女通往天上。小莲、小芬、小豆子，小豆子是里面那个小男生啊。应该是最强的攻略法，其他攻略法应该要废除。对啊。好，现在应 A 一下。声が聞こえる。選ばれし二人の巫女は天に通され蝶となる。蝶となりて村を助くる。来不及，各位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移动啊？为什么就不能把其他的全部都，就不能把最上面的两尊拿下来，然后我们再把这两尊拿上去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移动？这是拼拼图吗？差不多吧，还是应该说这是仓库翻？你们觉得这个比较像拼图还是仓库翻？
我们家食人巨猫倒在麦克风旁边，呼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小七安哦，参加比赛就要遵守规则，参加比赛就要硬 A， 这就是大硬 A 流的气魄。制作组表示，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很酷，超烦的。因为我们拼图大大已经不在了，我们Peter 已经下线了。Peter， 要先过这里才行哎。而且他，我觉得最讨厌的是有时间限制，再硬 A 一次。姐姐，你在那边说风凉话，怎么不跟我一起帮忙？哇，现在有200多人在看我们硬 A 耶。他说听得见声音，被选上的两位巫女会回到天上。啊，那个不能动。めんどくさい。啊，那不能动。哦，没有头的不能动。好麻烦哦。硬 A 大成功，我是觉得100分该刷起来了，各位粉粉们100分刷起来哦！是不是跟你说过我是秋神丸？拿到钥匙了，比打王还紧张，真的。所以要回到一楼玄关。那么你要硬 A 吗，小胖猪？哇，又在那对我的键盘使用暴力，耶！是不是跟你们说过，硬 A 可以解决这个世界上99%的问题？如果你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因为你的硬 A 次数不够。这里似乎有灵异照片的样子。这边一直发出很热闹的声音，在这里，安安，你好，在厨坛旁边的小孩，长得不太萌，好的，长得不太萌的小孩。我们就这样略过他吧。跑跑跑！万物可以用 C4 来考定，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用 C4 来考定啊！考定，对啊，我觉得只要有 C4 的话。刚刚那那是不是手手？是不是手手手手安安？垂在上面的手，这到底是谁想出来？是谁想到在这边放一只手手？手手安安哦，手手，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哎，来不及逃走的女人，哇哦，大姐安安哦，好的，好的，好的。想不到还真的有，耶！民俗炮灰学者手记，
其实现在这样拿道具抖手，会不会在现实拿东西也要抖手？倒是不至于啦，但是我常常被我们家食人巨猫气到发抖。我觉得比起抖手，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被猫气到发抖。哎，我是不是？哦，这边来过，这边姐姐安安。こんばんは、お姉さん。こんばんは。嗯，又要在那边，唉，实在是不忍说，你们知道吗？小手威力已经不在，万叶晚安安哦。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小手的年代了啦。或许在小手在前几年可以叱咤一时，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洗礼之后。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圣斗士了，我们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资本主义圣斗士。为什么逃走了还需要说吗？姐姐说不是，不对，不是我们，我们现在是进化过的资本主义圣斗士。哎，现在还是二楼。哦，要走这里。前猪手系统，那手中系统真的超烦的，把整个接神村轰掉 ，end。对啊，我觉得就直接一颗 C4 把整个接神村都轰掉就好啦，接神村砍掉重练，存个档。资本主义圣斗士进化，资本主义白银圣斗士。姐姐安安哦，你在看到姐姐都一定要先撞她一下。她说雨好冷啊。哎。啊，来不及，可恶！刚来不及，姐姐都你啦！真错失我当 IG 王美的机会。跑跑跑！哎，刚这边有闪一下。哦，这边有灵异照片吗？还是哦，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这里，差一点点。哦，好难操控哦。站在庭院的女人，你好。你们看，我们有了上楼梯的女人跟下楼梯的女人，现在出现的是站在庭院的女人。庭院森森森几许？哎、欸，姐姐，你又在那造干了不会？你刚刚是不是在隐藏？哎、欸，你刚刚是不是在隐藏实力？哇，这个速度，这个跑百米的速度。是把自己要魔性笑声，真的哎！死鱼眼，姐你怎么了？什么都没有。旁边的绳子很令人在意耶，姐姐安安哦。我随便一拍，结果真的有手收哎！哇哦，姐姐旁边有非常多的手收。哎，不对不对，不是这个，再重新看一下刚刚那张照片。哎，没有哎，刚那一瞬间有，可是照片里面又没有了。姐姐脑粉，又是脑粉。
这年头的脑粉越来越没有斩截，赞不赞？再拍一次。真的耶，又有了。可是照片里面没有出现。我觉得那张照片如果帮姐姐上传到 IG 啊，应该可以让她得到30000个赞。哇，这个魔性的笑声，这个开朗又魔性的笑声。如果你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女朋友，选择这么开朗的少女就对了。もう殺したくない，我不想再杀你了，姐姐。开始在后面碎碎念。有没有听到那个魔性的笑声？哦，哎，有道具，剪一下。会不会有手手呢？手手，啊？安安哦，你好。姐姐上班喽。姐姐，哎，我那个姐姐在那里，不是姐姐在那里，你在那边，是不是没有方向感？上工哦，姐姐。哎，在哪里？在你那里？嗯？哦。看到了没有？以上就是姐姐的使用说明书。ありがとう，お姉さん。お姉さん大好き。我最喜欢你了。哇，这么好的姐姐哪里找啊？地上的手手，怎么又有手手？这是好哦，我真的觉得手手很像恐怖脑粉情人呢。到底是恐怖情人还是恐怖脑粉？不过我觉得手手应该是恐怖跟踪狂脑粉 ，stalker， 到哪都有手手。说地上的手手就出现了手手，这很烦嘞！跑起来，跑起来，跑跑跑！哎，嗯，哦，这里这里，好，好的。姐姐说，我们必须要回去才行。这都是为了村子。嗯，哦，这里。哎，我发现这个游戏的手手一整个呈现过劳状态。这里的手手完全没有在一立一休的。哎，嗯，画面变得沙沙的。我记得刚刚这边有好像有什么灵异照片可以拍，对，灵异照片到底在哪里？嗯？哎，在楼上吗？哦，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哦，找到了，找到了。OK。往下看的男人，好哦。这个游戏帮灵异照片取名字的品味，真的是太棒了。Psycho， そのセンスは Psycho。やっぱり Psycho。好的，好的，好的。啊？为什么你要逃走？当然要逃走啊！希望进行仪式的男人，你走开，你走开！一个个都是脑粉。取名好中肯，期待出现比叶的男人，手比爱心的男人。哎，什么东西被我们踩到？玻璃。谁在那玻璃心碎满地啊？
还没有把自己的玻璃心扫起来，玉神水。姐，你在看哪里？在那边到处乱看。姐姐除了会在后面谁谁的，我们还会到处乱看。看一下。跑跑跑！盔甲，Link the first flame。新工作上任斗哥教主，祈求工作顺利。这位是 C072124LV20 的新王，非常感谢你的抖内。这是 PayPal 抖内，好久没看到 PayPal 抖内。新工作上任，祈求工作顺利。新工作上任，恭喜新工作上任，然后希望你接下来工作可以非常顺利，事事顺心，心想事成哦。非常感谢你的抖内。扉の向こうから，从门的对。门另一端好像有一些气息，是什么气息呢？是嗖嗖的气息吗？C072124是不是住香港的朋友？因为我们现在 PayPal 在台湾境内是不能使用，但是住在国外的朋友还是可以使用。怎么啦？自动门？有手手，有手手，打开门的小孩。安安，他刚好像说“可以啊”，就是说过来。等我一下下哦。我喝的水哦。哦，乐乐黑武士不是住在香港？那乐乐是住在哪里？应该不是住在台湾吧？因为印象中现在台湾应该是不能用 PayPal 抖内的样子。小孩没照，你们刚刚被那个小孩蒙到了是不是？哦，乐乐在美国哦 ，OK， 了解。对啊，如果是台湾境外的话，还是可以用 PayPal 抖内。您的握手会。好，那我们继续哦。PayPal 的汇率不太好，因为他会收手续费啦。剪一下。每次要剪道具都在那边抖手，实在是14底片。刚刚手机，姐姐你在干什么？又在那边挡路。姐姐刚才又了一声，跑超快，在哪，来不及了。刚有个小孩冲过去，然后说等一下，我才不等呢，你叫我等我就等吗？我们岂是这么随便的人？看一下怎么门开，等一下，看一下，
怎么又？何か強い力で閉ざされているようだ。后面这个门后面有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这个游戏里面他每次都说门后面有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其实后面是制作人的力量啦，后面是制作人在后面挡门，他不让我们进去。但是他们不想解释太多，所以每次都用后面有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来糊弄我们，敷衍一切。跑太快了，你也跑太快了吧？是怎样？他又想到黄飞的追追追。啊，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无讲理。啊，还还还还给这些人，打不开。Enki 啦，麦克遐尼大声对我讲话。还有刚刚稍微闭塞了一下，姐姐都是你。还有 B 车，刚刚那边锁起来，所以，只是单纯主角不想开门，真的是很任性哎。樱高跑来这款游戏，鬼会吓跑。如果樱高跑来这款游戏的话，我们眼前所见的每一扇门都要从另外一侧开启，不然就是会有幻影强中强中强中强，总共连续四道幻影强。想听千声唱非常女？好啊，我觉得黄飞超会唱哎。非常女。缘投为什么引起？有一个塔一边，也是什么？有气瓶的人，阮较喜欢。下一句我就不会唱了。嗯，我们刚刚从这里过来，所以现在要上二楼。还有幻影门中门。如果是音高的话，很多人会摔死，没错。如果是音高的话，这游戏里面每一个鬼都不会正面出来，每一个鬼都会躲在墙角，然后可能墙角后面会躲了三个鬼。嗯，哎，好像有道具，道具安安哦。哦，十四里面摔死，那就啊，又带。我的十四底片是不是拿不起来了？实体片我身上的空格不够，所以没办法再拿实体片了。好吧，可以背刺鬼，真的耶，姐姐安安哦，可以背刺鬼，然后用相机反，然后观众就会开始说：“台主，你就相机反就好了，你为什么不相机反呢？”可气。在偷窥地上那个洞的小孩，烤鸡，烤鸡，烤鸡。我发现这个游戏的小孩都会讲，烤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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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这个五斗柜里面藏着什么样一点都不重要的东西呢？哦，祭主的手记。相机镜头会插到鬼的脑袋。然后还可以 PVP， 有没有 PVP？ 拿其他玩家会对你使出空气斩，应该是空气连拍。这怎么有蓝灯？刚，
太暗了。刚刚那小孩好像是在这边看地上，可是好没有反应。这边亮着蓝灯，可是没有反应。姐姐，你在那边挡路。阿纪，对，姐姐，你去那边。哦，门被锁起来。对啊，伊藤润上次有来台湾开展。我记得这边好像要卡着一颗球，对不对？轻快的步伐。啊，有了有了，球来了，来了。好的好的。哇，这角度是怎样？一定是萨比斯。萨比斯这么明显，以为我看不出来吗？我们秋神丸什么都看得出来。萨瓦杜。再摸个球也在那边。哎，下流。真的是一刻都大意不得哎。哇哦！可恶的手手！你们知道这个游戏虽然每次捡个任何东西都要在那边抖手抖手，很烦。可是你稍微大意，然后就那么一次不抖手，手手就抓住你了，这很烦。一颗红色的球，好像是从天花板的洞掉下来的，捡到了一颗球。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投篮的动作吗？是吗，姐姐？姐姐安安哦，抓到了！小手可以下去领钱，下去领500，可以抓住手手把它拖出来，还蛮想的哎！一直在那边恶作剧，这到底是哪一家小朋友啊？把它领回去好不好？姐姐，你在干嘛？我看一下道具栏。好的，他的道具栏什么都没有写，只有写这个漂亮红色的球是从天花板掉下来的。要丢球，我现在对谁丢球？因为我这个游戏我太久没玩哦，我知道，对姐姐丢球，对不对？姐姐安安哦，准备好来玩躲避球了吗？丢球，地上的。如果零系列女角哦，有这里地板上有个洞，如果零系列。对，女角有点过的话，手手马上会被来一个过肩摔。对啊，就对他使出德式被桥摔就好了。哦，从这里丢下去 ，OK， 还真的丢下去了。他完全没有问过，我就自己丢下去了。好，然后被卡在天花板上的东西就跟球一起下去了。那我们就下去看看吧。姐姐安安哦，一定要霸凌一下。丢给姐姐，然后姐姐就娶我。姐姐内心就会想说：“可以看个道理。”姐姐，你以为我看不出来那是你的计谋吗？早就知道这是一个妹控姐姐。然后在那里，在那里。赶快抖一下手。哦，钥匙。有够圆。布の廊下，直译的话就是布的走廊，好哦，布的走廊。那就不知道等一下那边会不会需要打怪。
好的好的。哎，哎，我走反了吗？啊，不是这里。OK， 应该是这里。妹控姐姐跟姐控妹妹站，好像某一种绕口令哦。哦，应该是这里。跑跑跑，向前跑。本子会大卖，这对姐妹应该有很多百合本吧？这对姐妹就林系列知名的百合。好的。开了。嗯？安安。哎，那是民俗学者吧？民俗炮灰学者。百合可以，百合非常好。多元成家大赞成。嗯，好像跑出很多道具啊。被囚禁的男人，炮灰学者。炮灰学者被关起来了，他说：难道我要成为炮灰了吗？没有错，你就是要成为炮灰。你是没有看过别人玩过零系列吗？你们每一个民俗学者在这个游戏里面都是炮灰啊。好多钥匙，这个家里面要怎么每一个门锁都长得这么奇形怪状？先来抖手一下。民俗炮灰学者手记怎么会丢在这里啊？不是应该在里面吗？真测不到女神，就跟你们说鬼的，我来我台就只是想要看女神而已。喝的水，我问你们哦，我们这个游戏上一次玩，然后在 YouTube 连载的时候，我第一集在 YouTube 上是很久以前的事，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开实况没多久，所以好像是2013年的事情。就那时候风格跟现在，反正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设备也没那么好。然后我们林真红之铁在 YouTube 上好像是到13集吧。你们觉得有必要？13集是到第几章？忘记到第几章了。我们现在玩到的部分还没有到我在 YouTube 连载的部分。你们觉得有必要再把这几集上传完整的上传到 YouTube 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没有必要，因为内容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在 YouTube 上面那些过场动画什么，我已经全部都有上字幕了，所以其实好像没有必要再把这几次实况的东西完整上传到 YouTube， 因为就一模一样的内容啊。
一定要。可是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因为我现在是《真红之蝶》1-13集，然后可是我这边要重新上传的话，然后又是《真红之蝶》，我要从第一集开始上传嘛？那这样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会说为什么会有几集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内容？对，吐槽的方法是不一样，没有错。可是剧情是一模一样，然后而且我在 YouTube 上面都已经有上字幕了，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可能我们做精华就好，把这几集我们玩的东西，我可能就浓缩成一个精华，把比较有趣好笑的地方剪一剪上传就好了。小明安安哦，我现在想起来我在这个游戏里面看到的那个萤幕保护城市，我都叫小明。小明安安，小明上班了，对嘛？做成精华比较好啊，这样大家也不会觉得说，怎么都又看了一次一模一样的东西。我看一下你们讲什么。过去的前程跟2018的前程，我的风格跟我现在的风格跟2013的风格一定是不一样的啦，因为一开始开实况的时候一定是比较生涩的，那你在这个领域做久之后，自然会发展出在各方面都会比较熟练，然后会发展出不太一样的风格。然后我现在的麦克风也跟以前比起来差很多，因为一开始用实况用的麦克风就是很基本很烂那种。这是我第三支麦克风，我一开始开实况用的麦克风是很烂250那种，然后后来稍微换成好一点的，换成 Sony 那支1000多的，然后再来就是你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Blue Yeti 的麦克风。我做实况总共换了3支麦克风，就是各方面都有做所谓的进化这样。声音越来越好听，应该是说掌握说话的技巧跟力道还有方式。因为你开实况的时候，其实那个力道跟方式不能跟你平常跟朋友讲话那样，因为你可能你开实况的时候声音要比较小一点，不然你像平常讲话那么大声的话，你们可能会全部都被我震到耳朵，然后可能咬字要清晰一点，所以我每一集都会咬螺丝。跑跑跑向前跑是招牌，一些算是我招牌的梗都留下来啦，像是跑跑跑向前跑啊，然后爱干1元20罐啊，还有那个 Luka Night of FIFA 天蝎座女人，那都是一开始使用，然后大家还蛮喜欢，所以就一路流传到现在。有时候我没有唱那些歌啊，观众还会说，先生怎么都没有唱台歌，要不要来唱个台歌。爱干是玩沉默之丘才会唱啦，因为爱干里面不是爱干，沉默之丘里面那个补品就长得很像爱干，所以我在玩沉默之丘的时候都会唱爱瓜爱瓜几口几只关，然后玩零系列就会唱卢卡卢卡奈多菲法，因为月食假面的女主角叫卢卡。新东阳就是那个嘛，儒雅巫女啊，新东阳，还有布莱恩西利。因为你开实况的时候是要讲给很多人听，那
你也不能像你平常讲话那样，可能朋友听不懂，你听不清楚，你还可以马上重讲一次给他听。所以开实况的时候，咬字要就讲话要稍微放慢，然后咬字放清晰一点。现在看新东阳都会想要签声台，我是觉得吼，新东阳应该要支付我一笔广告费，就跟 iPhone 6S 一样，就是 iPhone 6S。每次听到布莱恩西利就觉得好熟悉。胖胖之歌，胖胖之歌是什么？吐槽更精准。对啊，大家都是这样子嘛。你同样一件事情做一次，跟做一百次、做一千次，那熟练度当然是不一样的。你实况做久之后，你就会更知道说该在什么样的地方放什么样的吐槽。嗯，Blue Yeti蛮好用的。那个时候没有 First Wagon 枪，对，那时候，其实我已经 N 百年没有用 First Wagon 枪嘞。第一次用 First Wagon 枪是那个月之假面的时候。对，图奇会定期删记录。等一下回去看深色，其实不要，我会觉得很羞耻。你们不要在那边羞耻 play。直接上传不上字幕，基本上如果是我有同步口译的地方，我就不会上字幕了。除非是我没有同步口译到的地方，我就会上字幕。哦，小胖子，我是个小胖子，每次我就摸肚子，摸了肚子我才发现我是大胖子。不是外国人强。现在可以来一段吗？千山林系的 YouTube 都追完了，好像蛮多人蛮关注我的林系列的。我们月食假面不是月食假面，我们真红之蝶会把它实况完啦，然后实况完我会把那个集数补完。吃螺丝西麦脸，我从2013年就开始吃螺丝了，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每一集都会吃螺丝，我也不是故意吃螺丝。就刚开台一讲话就会吃螺丝。会删除的话，是希望能上传不上字幕版。月下独舞是说完整实况吗？所以月下独舞是希望我上传精华跟完整实况，是不是？就我们这几集的。上次直播的记录能看吗？上次直播的记录，月下独舞希望是完整加精华。请问会实况刺青之声吗？其实刺青之声我们之前有实况过，只是实况还没有上传而已。刺青之声。有机会的话会上传啦，有机会可以上传，或者是再重跑一次都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以把真红之蝶补上传完为优先。先生很缺剪片，我超缺的好吗？请问有没有剪片小精灵愿意帮我剪片？我真的觉得很伤脑筋，因为其实剪片你只需要几个。你们可能觉得说剪片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但是那个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耗掉你好几个小时。粉丝团办投票可以啊，月夜可以帮忙上字幕，真的吗？物理上剪片，请问物理上剪片是什么？把片子剪掉是不是？
负责订阅，订阅也是很棒的支持啊，就是订阅跟抖内还有追随跟都是很棒的支持，还有看台也是啊，但是就是希望各位在看台之余，还是可以帮我，可以帮我 follow 一下本边缘台。剪片真的很花时间，而且要选很久，就是要把一些可能重玩的地方啊、卡住的地方啊，全部都剪掉。Hello, good hunter. 谢谢追随，点数 follow。月夜可以剪片跟上字幕，真的吗？会不会花你太多时间？如果会花你太多时间的话，那就很不好意思。然后姐姐，对啊，我们现在 follow 跟订阅还有抖内那些音效跟图片，我全部都换掉，就是换成 Blabong 的人偶姐姐，那个图是我画的，然后配音是我配的。鬼流表示剪片最烦，女神像比较简单。鬼流根本就是女神像机器人，女神像扫描器。老鼠站起来是怎样？嗯，既然你们希望我把这几集的上传的实况上传到 YouTube， 我刚说 YouTube， 我会上传啊，只是我可能会在粉丝团办个投票，看你们是希望我放精华就好，还是希望放精华跟完整实况。不过完整实况其实就是跟现在 YouTube 上面的已经有的内容是一样的、啊。补充一下，我希望的完整是指不用剪辑，直接把整个记录上传到 YT， 这样只要花上传的功夫就好，因为是重玩，所以不用那样麻烦。你是说连中场休息时间都不剪掉吗？月下读，你是说连中场休息时间跟那个前面等待的时间都不用剪吗？真的吗？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当然是很快啊，因为我就不用剪。可是你们想要的完整是这么完整吗？都行，其实就自己拉时间听不听就好了，没剪也可以快转，完整加一想跳过可以自己快转，直接当成直播记录上传就好，也是啦。Hello, good hunter， 谢追随，点手 follow。之前也就直接听 Twitch 的全段影片 ，Little Friend， 你是说？你是说那种连中场休息啊，还有前面放着的休息间就完全没有讲话那种，也都没有剪掉吗？小胖猪，你怎么了？ You found yourself the hunter. 台主的实况最棒了。金喵献给邪教六百回响，非常感谢你的抖内哦，谢谢你来大一百分刷起来。你那什么叫声？我们家的猫发出奇怪的声音，奇怪，现在我的科技袋是把我人偶姐姐排挤到哪里去了？人偶姐姐一直没有出现哎。
啊，前面几位躲内的时候忘记叫大家刷100分了。今天躲内的朋友每个我都非常感谢哦，非常感谢你们。刚想一下加多少。猫大人在呼唤，他每次只要看到我坐在电脑前面，他就会很不爽。他一定觉得说奇怪，那个盒子到底有什么好看的？为什么仆人又在那边偷懒了？哎，干嘛？我才没有在偷懒，你才整天都在偷懒。好久不见，听到台主的声音真是感动，谢谢你哦，欢迎回来。浅卢卡叫声，剪片剪完剩开头跟结局动画。月食假面我会玩啊，月食假面我会重玩，但是我们要先把真红之蝶玩完。我的目标是把月食假面跟真红之蝶的实况补完啦，我都会把它补上传到 YouTube 上面。好大声的猫叫。玩这游戏要有勇气，我是已经习惯了啦。我已经习惯恐怖游戏了。零系列其实我第一款玩的是一代，然后就吓到我，大概玩一个小时就吓到不敢再玩下去。然后后来是听朋友说二代比较不恐怖，然后才就是拉着朋友，然后在那边陪我玩，然后我就才逐渐有勇气玩零红蝶，然后可以一个人把它玩下去。那现在零系列我已经都不会怕，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已经看习惯了。未来有考虑在实况阴尸路吗？阴尸路，我觉得那个游戏好像没有什么人想看呢、欸。你知道那个 Telltales 这家公司的游戏，就是你自己玩会觉得还不错，但是拿来实况，每次拿来实况都还蛮惨淡的，好像大家不太喜欢看那一类型的实况。欸、二代是百合没有错。Outlast 2 我有上传到 YouTube 上面啊，还是你们是说重玩？你们想看我重玩 Outlast 2也是可以啊。Outlast 2 DLC 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出啊？已经隔一年了吧？想看沉默之丘二，沉默之丘二我们已经实况两次了呢，而且 YouTube 上面有我完整的两次沉默之丘二。明年考虑直播2022吗？会啊会啊，那个我会实况，那个一定会实况，我蛮喜欢20古堡二的。当时月食假面后面那个钢琴不剪就太长，记得被钢琴玩了快三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我记得那天玩月食假面好像总共玩了四个小时吧。对，我那天玩了四个小时，然后卡钢琴的部分我忘记卡了多久，搞不好卡两个小时，真的卡得很崩溃。想看台主玩快打旋风，我玩快打旋风不好看啦。
玩到几乎快天亮。那天月食假面我们玩到几点啊？玩到应该有过三点，还是玩到四点？忘了，因为以前我一开始实况的时候是12点才开始实况，所以可能那天是玩到凌晨4点。不行，没有教主的吐槽。教主会想玩死奇遇续作吗？死奇遇，我觉得他的文字量太多了，然后他文字量多也就罢了，他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搞笑的桥段，所以其实实况死奇遇会非常累。对，我那天好像玩到4点多吼。被钢琴玩，我都被钢琴整到人生差点想要重开机了。死魂曲很难呢，而且你们说想要看死魂曲是死魂曲一代对不对？就最难那个。说死魂曲不是说要重置吗？是不是上次好像听到有人说死魂曲要重置？死魂曲是可以重置一下，那不是索尼本家游戏吗？你说 Outlast 2 的 DLC 到底有没有在做？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好像有点久。对，如妖巫女百合超明显。如妖巫女百合总共有2对。诗人版黑暗灵魂。我觉得死魂曲比黑魂难多了。百合无限好，可惜没结婚。死魂曲 NTPS300现在还买得到吗？不确定哎，你可以去网拍找找看。说好的多元成家呢？我们现在画面就一直放着小明，然后在这边讲话，居然还有190个人。希望任天堂可以释出零的版权给其他主机，我觉得有点难呢，因为任天堂他们有出钱啊。百合就是那种若即若离才棒。那现在也1点半了，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现在玩的部分，我会把精华上传到 YouTube， 然后要不要完整上传？完整上传，我所谓的完整上传是那种完全没有剪的哦，中场也不剪，然后那个。开头那个等待的部分也不剪，然后可能连后面在这边聊天的部分我也不剪。那个东西，我再想一下要不要上传，或者是说开放你们投票这样。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玩的部分我会剪精华上传。
签证我传到 FB 哦，可以啊。说到多元成家，请大家支持平权连锁。对啊，请大家支持多元成家哦，来支持平权连锁吧。一下读，好像真的很想看完成实况哎。很多人以为是任天堂绑版权，其实是其他不想出资出新作，就是其他人不想出钱啊，因为任天堂有出钱，所以 Tecmo 就跟他们继续做啊。如果 Switch 上面出零的星座，我应该是会买啦，到时候又要多一台零专用机了。对啊，其实恐怖游戏都是叫好不叫座啦，客群不大。很多人是喜欢看恐怖实况，但是不喜欢自己玩。有生之年不晓得教主实况 GTA， 我实况过 GTA 啊，我在一开始开实况的时候我有实况过 GTA 啊。GTA 的 VOD 应该还留在 Twitch 吧，我记得。对，没错，我也是为了儒亚巫女跟那个儒亚巫女还有月食假面跟真红之蝶买 VU。我的 Wii U 根本就是零系列专用机，这样子不能玩 NS 纸箱，这样会被卢卡玩烂。我要是买 NS 纸箱的话，第一天就被我们家卢卡咬烂跟抓烂玩烂。其实很多人因为就是不敢玩恐怖游戏嘛，看恐怖电影倒是还好，因为你就是只是看而已。可是游戏你要自己亲手去操作，然后亲自去打那些鬼，那感觉就差很多。玩的时候把卢卡吊起来，我要是把我们家食人巨猫吊起来，它会连续叫三个小时哦。不要挑战食人巨猫的极限。影片你可以闭眼，恐怖游戏闭眼就死了。对啊，没关系，你们听不到。我今天不就开实况开到一半，我们家食人巨猫一个不爽，就把我桌上的东西，把那个看书架推下去，然后发出很大的哐啷一声。结果他自己又被那个哐啷声吓到，然后还反过来抱怨我，哎，好像就是一副我为什么要吓他的样子。画面一直浮现鬼脸，那个是小明啦，小明来陪你们啦，这样你们才不会无聊。因为我们现在画面没有在动。我又破完游戏，已经沉默在柜子里了。我记得我上次实况完，这种日牙月食假面之后，我就把我的 Wii U 封印起来啦，然后现在拿出来也是为了要实况真红自己的关系。好了，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先到这里为止，好不好？好，谢谢你们来看台哦。